今天咱们去找我弟挑战一下人体极限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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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呀？你看一下这个视频，快看一下那些动作。这不简单吗？哎，你话别说的太早行不行啊？不信咱们比一比，你要是能做出来一个动作我就给你10块钱。那我要是都做出来了怎么办？那就一次给你1000块钱，怎么样？这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先来看第一个动作，把大拇指掰到手掌后面，掰不过去可不要硬来。大拇指掰到手掌后面，这个不是很轻松吗？这样就行了吗？啊，我怎么做不到呀？很轻松啊，我随随便便就做到了呀。小伙伴们，我是真的做不到啊。不能做到你就千万不要硬掰。小伙伴们，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哦。再来看第二个动作，左手拍头，右手在肚子上画圈，很多人都做不到哦。左手拍头，右手在肚子上画圈，哎不对，这个才是左手，这个才是右手。左手拍头，哎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右手画圈，我怎么感觉咱俩有点憨呀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对呀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真的有人不会做这个动作吗？简直没有难度啊！10块钱 get。用舌头舔到你的鼻子，不能用手帮忙哦。用舌头舔到鼻子，还不能用手帮忙，动作看起来有点傻呀。来试一下，我是真没办法舔到。面具了都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放弃，真的有点难，我觉得。我就不信有哪个小可爱能做到，要是真能做到，在评论区发图，我就挨个给你们发红包。手指像这样轻松的分开再并拢，手指像这样轻松的分开再并拢，不就这个样子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我还能加快速度呢。我也能啊，这个完全没挑战嘛。哎，太简单了，不建议小伙伴们尝试。身体抬起，用双手支撑站在地上，你能做到几个？这个我可能做不到，我臂力那么弱，我也不知道我行不行啊。要不然你就试一试吧。先双手撑地，哎，屁股向上抬，咱们踢脚，哎，看到没？我厉不厉害？我去，你居然真的可以啊！怎么样，40块钱了？你这钱赚的也太容易了吧！你的大拇指可以像这样，轻轻掰下来就碰到手腕吗？看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。哇，这有点难。哎，看见没？我可以。你的姿势不对，人家是这样子的。那我，你这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好像不太行了。算了，这个动作太危险了，大家还是不要轻易模仿。刚才这些动作，小伙伴们你们都做出来了几个呢？做出来的记得在评论区发图，问小雨要红包哦。